Hello， 大家早上好，中午好，下午好，晚上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。今天咱们不解密，不卡 bug， 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两天玩国际服，直接把心态给打崩了。今天跟大家看一下神仙们的视角。先来看一下第一个，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刚刚在 P 城灭了两队人，正在欢乐且膨胀，感觉自己萌萌哒的时候，我们发现了一个空投，这还能忍？我们迫不及待的就去抢，送了快递。哇，这才是那个大哥，大哥。搞死咱们四个，一枪子弹都没打完。看这群人的装备，肯定捡了不是一个空投了。不知道有多少无辜的人惨遭这几个缺德带冒烟的人手里。你看这速度，哎呀，我的天，自动挡的吧？接下来我们欣赏第二个，而且他是那个那种就整一络腮胡子，哇，什么情况？糖糖你有挂吧？我这是这刚说了你一句坏话，这给我卡到跟服务器断开连接了都。糖糖有毒。我和我的小伙伴们搜集了一大波物资，肥肥的。虽然我们干的事儿有点缺德，没错，我们在赌桥，但是。有人比我们更缺德，有人想炸死我们。当我发现就他自己一个人的时候，我果断冲了上去，但是他连枪都没露就把我给打死了。接下来我的小伙伴们全都离奇死亡了。就这个粉粉那个，再接下来我们在他的视角中连人都没有看到，就全都被他给干死了。让我们恭喜这个吃鸡小伙伴们，接下来这个就是重量级的了。这次我和我的小伙伴们跳了机岗，在刚落地的时候他就能跳得很高，我们没能在第一时间搞死他，在他捡到枪的那一刻我们就全部凉凉了。接下来我已经无力吐槽了，大家自己看吧。哇，优秀。好了，视频到这里要结束了，咱们下期再见，爱你们，拜拜。